那些选秀出来的绝美颜值，选秀 idol 除了唱跳实力，最圈粉的当然是颜值了。美的突出真的很容易让人一秒垂直入坑。提名选秀节目中的颜值天花板周杰琼，101时期的吴宣仪，出场后的傅菁，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。